程设置的理念都是非常先进的。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每个人坐在这里的人是学校千里挑一百里挑一的这样的一个人，报名的人很多，看到的人也很多，最后我们来到这里真正坐到这里的人只有20个。第一期当中大家付出的心血，包括大家刚才看到的这些材料，都是我们精心去准备的，而且也是认真去思考怎么样让大家去帮助大家成为一个合格的世界公民。包括大家会问我们很多在场的人，据我了解很多是大一的新生，也有很多是大二的学生，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作为学友体系来说，在场的每一个辅导员跟西普都是有关系的。这个关系来自于哪里？学友计划不仅仅只是大二的学生针对大一的学生，很多在场的学生，有的是 PhD， 有的是从英国回来的学生，也有的是我们毕业的校友，都是曾经在我们西普啊读过书，经历过很多东西的人。如果大家在4年之后想成为一个合格的世界公民，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我们学友计划的一个核心理念叫做孝悌谨信发哀众而亲仁，最后是余力学文。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做人做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把德行的基础打好。即使大家没有知识没有能力，但是有你的德行，有你的素养所散发出的每一个想帮助他人这样的一个念头，是可以转化成各种知识和技巧的。这种技巧和知识是无形的，就像大家每一个人都是不分彼此的，我们也都是一个大家庭。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没有一个高年级和低年级的分别，也没有一个老师跟学生的分别，大家都是彼此的一个大家庭。可能我们有一些好的东西希望跟大家分享出来，如果大家能够接收得到并且从中受益，也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培训项目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的。所以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一个参与，再次恭喜大家，真的是非常的幸运，谢谢。实际是我8年后我会拿篇照片跟大家出来分享，我会8年后我会站出来站在这个台上跟大家，跟同样8年前的这个我，然后来一起分享我这个8年的一些经历。即便我现在还是很紧张，还是会很羞于表达自己，但我觉得慢慢慢慢一步一步，这个8年通过西交利物浦大学，通过老师，通过我们这个社团，这么多同学这样一个学习交流，我找到了改变自己的一个勇气。所以到了大3，我又剪了一次比这更短的头发。而且就是我希望跟大家说的是，改变，我们如果放到8年来看，改变是好像是很轻而易举，但是放到每一个细小的8年一格一格来说，你的改变就是一步一步循序而进的。我是咱们学校08届的学生，是学信息影像科学的，现在的话又回到了西交利物浦来工作。但是我出国了以后真的看到了国外是什么样子的，我发现外国的月亮其实它并不是比较圆，大而已。这个环节就是我刚刚所说到，我们每一位同学按照一梯的顺序进行自我介绍，每位同学4分钟，我会在后面给大家提示吧，继续提示。好的，那么有请第一位同学。我记得只写了一张就是印象深刻的照片嘛，然后我也不知道这张照片展示给大家看，我以为只是给学友让他们更好的筛选我们，就是我想展现一种和他们有类似的一种品质吧，就是这种积极热情活泼的。这张照片是我跟李晨在，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就是体重约等于身高的人事情。当时我就是称的时候我是160斤，你知道对一个女生来说1米66的个子160斤是什么概念吗？然后当时就特别崩溃嘛。然后你瘦了5斤，你可以改变你的容貌。然后如果你瘦了10斤，你可以改变你的身材。然后如果你瘦了15斤、20斤、25斤，那你就可以改变你的整个人生轨迹。然后就是因为这句话，然后我就开始了我慢慢的减肥旅程。Imagine no possessions.I wonder if you can. No need for greed or hunger. A brotherhood of man. Imagine all the people. 你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去做这场培训。
去做推动学友计划的这样的一个进度，在于我们在西郊路大学里面，在一个中学里面，在小学里面，我们从事的是教育工作。教育，我之前看到一句话是什么？教育是一个不可逆向的工作。当一个学生他可能种下了一个刚开始的时候种下的那个种子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或者播下了比较恶的种子之后，他可能未来的发展方向需要。我是觉得太伟大了，这个企业，特别是功德。你说在这个公立社会吧，你说什么，要好好照顾员工啊，什么福利啊，太扯淡了。但是我从来不会相信有这种企业。但那天我看到之后，我真的就是惊呆了，就感觉就是这个功德这个老总，他非常的关爱他们的员工，照顾他们的方方面面，然后就跟他们的那个员工有种感觉，就是这个企业就是我家。然后我觉得永远在这条路上能够为这个企业做点事。大概占这个企业三分之一是很大一块地，它是一块湿地，它并没有建设，周围都是一些高楼，但是它并没有在那块地上建设任何东西。那个吴总当时跟我们说的是，因为他想给这个城市留下一片绿色，希望有一片绿色还存在。这个吴总呢真的是很牛，反正这光是这个理念就会让人觉得哇，这真的不是一般人想得到的。还有就是太多了，他们公司有一个地方专门种田种地的，每个部门一块地都有这个绿色塔，都是每个人都要去上的。就是吴总宁愿浪费他赚钱的时间，也要让这些人一定要每天去上一走进去就是家的感觉，就是他们说那种家的感觉，到处都是贴的有名人名言，然后到处有灯笼啊，然后很温馨啊，厕所里边都就是你好像走进家里边的厕所的感觉。这是一个很大的企业，但是他可以做到这样，就是真的很，而且他们最主要的是有很多个学堂，能够把企业的文化做到那种程度，首先是自己的修养要很高，有很大的人格魅力，然后他才能说主动的去推开那面墙，这面墙就是像许多企业那样压榨别人的利益，压榨员工的利益，然后很自私，以利益为中心，这边然后这样主动去自己先去破除这个障碍，自己先去这样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关心，这样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种带动力。然后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像叶子学姐说那个，当一个办公室中有一两个人非常好，然后这个办公室的氛围可能就三个字，孝则顺。这是我们
长辈经常给我们灌输的一个理念，我从小就接受这个理念，孝顺孝顺。为什么说孝顺？因为你孝了才会顺，不孝的绝对不顺。从我这个方面来说的话，我个人感觉，我的妈妈对我的影响是比较大，因为我上了中学以后，我是初一的时候身体不太好，然后我上了一个月就休学了，休了一年学，然后重新上了初一。我本来今年应该上大二的，然后我妈就在那个时候以后，基本上把所有手头的事都放下，放下了就一直没照顾。她舍去了很多东西，推掉了所有的应酬，每天吃饭都在家里陪我，然后也放弃了连任陕西省的人大代表。然后她确实为我做的非常多，每天告诉我你应该吃药，你应该干什么事情，你应该穿什么衣服。所以我说，昨天潘英医学姐在上面讲的时候，我在下面一直哭，因为我对于父母这个，对我们的关注，确实因为我小的时候身体不好，我特别有感触。因为假如说没有父母的话，我可能是活不到现在的，因为我小的时候身体也特别不好。所以说，我个人对孝的理解就是，这是一个传承吧。因为我们中华文化这么博大精深，父母养育了你，你就应该为父母做些什么。虽然说父母可能不会对你期许的太多，你可能在他们生病的时候给他把药递过去，或者说在他们回来的时候给他们端一杯热水，他们都会感觉到非常开心，因为他们的要求确实不高。所以说我们能力所能及的，作为我们学生，我们现在可以说是没有经济能力，可能在经济上没有办法回报他们，但是我们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多做。另外还是从我个人理解来说，还是多回家陪陪父母，因为我们现在都还有时间，我们有时间陪父母。因为将来以后如果有了自己的家庭，我想陪父母的时间一定会很少。我希望大家都不要把这个遗憾留到自己中年以后，像李开复那样，他现在自己的身体已经垮了，他确认得了癌症，他现在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对家人的关心不够。我读了他的有些文章，我个人感觉感触特别深，所以说我对这三个字是特别有理解的。我感觉最最大的问题就是人情味不够浓，然后家人不够热情，然后我又希望再把这两天作为一个起点，把这一份感动延续下去，这样坚持下去做，然后成为一个自己想成为那样的人。反正我们总结了一下，信就是你会信任别人，也会努力让自己成为值得别人信任的人。但是在因为社会太复杂，我们不会轻易的相信别人，因为如果信任变得盲目，那这就是一种，也就是不是特别智慧的表现。就这就是我们关于孝悌谨信四个字的表现。总之，孝是孝敬父母，悌是同辈之间的友爱，谨是就是尽力就是对自己的事情做到最好。我觉得我最大的问题，我喜欢拖延，因为这个拖延这个问题吧，怎么说呢？它也确实让我丧失了很多的机会，就也打乱了我很多的计划。No need for greed or hunger, a brotherhood of man. Imagine all.简单一点，突出我们的这个文字 We You I， 就是一种大同的思想，就是对，就是一种包容性和就是一种团结性。突然我们画的是一个影集的模式，之后就意味着时光的流逝，之后影集它要表示一种记录的方式，我们想用这个方式来表现一下我们在这几天学到的这种有爱的感觉。一开始我就想解决一下这个空白的问题，并不是我们偷懒，我们是故意的，因为我们刚开始就开始准备画这个白板，意味着我们是空白，而过后我们有了这个，然后为了展现我们这组的高逼格，因为是 A 嘛，所以我们写了大量的英文和文言文，然后
作，然后上面写是上面充满着我们对这个两天活动的理解，深刻理解。然后我很想强调，就因为这个字被加重了，原因是为什么？因为它错序了。错序是什么原因？刚正序是犯众爱，对吗？是犯爱众，对吗？我们为什么要犯爱犯众？这是个动词啊，因为是动才行，是我们要犯爱众，我们之后要做的事情是巴黎的事情。我们组的那个就是我们做的海报，然后因为我们来自五湖四海，有来自新疆的嘉峪，还有来自那个甘肃的那个舒心，还有两个来自河南的，一个是王晨，还有一个是超凡。还有一个我是来自福建的，所以我们各地都有非常有特色的食物，加上我们又都是吃货，所以我们觉得做点小吃是很不错的。然后我们就做了一张中国地图，然后做了一个美食地图，把大家喜欢的就是家乡有特色的那个菜，然后给它稍微做一点介绍，然后也是比较好看的。然后我们还放了一些合照，这边就是就是说我们也是挺珍惜这次缘分的，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点像，就是经过这两天的认识，我们已经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和一家人，然后就是这样。大家有兴趣可以到后面来看一下，我们的主题是 We are family。这里有三个字 family， 刚才有同学问我这是什么意思，他并不了解，可能是因为缺乏语境吧，所以我们加了 VR 两个单词。在这里我们有这几幅看似一样的画，但是我们每幅画都是自己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思填的颜色。上面有四个人，你可以随便理解，因为在这里我们本来就是一家子，我们一组也是一家子，所以说每个人都是可以是里面的任意一个人。我们用自己的方式为这幅图勾勒出了色彩，然后在外围我们填充了一些照片，这里有我和天马哥的一些作品。然后主要的意思就是我们与环境、与自然、与动物都融为了一体，我们整个自然界就是一个大的家庭。所以说在这个大家庭里面有外国人、有动物，还有我们的古迹，大家都在一起。好，谢谢大家。这个是走抽象派艺术，之后中间这一块是大家一起画的画，每人用了一种颜料，之后每人画一笔，之后总共画成了这个画面。虽然我们也不知道在画什么，反正就是很好看。之后中间藏了我们的名字，表示大家一起画的。旁边这个手印是我们五个人的一块印上去的，之后代表了很多很多人的感觉，就相当于它是一个树嘛，相当于是很多人一起的努力会构成一个树，相当于就是类似于滴水成海，就是共同构建一个那种泛爱众的感觉。反正就是整个这幅画缺少了任何一个人都不行，就我们五个人团结一致构成了一个整体。这边是我们五个人的签名，就是总体感觉就是一种比较生气、比较团结，之后比较美好的一种一个对于一个世界的构想吧，代表就是这个意思。 How do I say goodbye to whatWe had the good times that made us laugh outweighed the bad. I thought we'd get to see forever, but forever's gone away.It's so hard to say goodbye to yesterday. I don't know where this road is going to lead. All I know is where we've been and what we have been through. If we get to see tomorrow, I hope it's worth all the wait.
It's so hard to say goodbye to yesterday. And I'll take with me the memories to be my sunshine after the rain. It's so hard to say goodbye to yesterday. And I'll take with me the memories to be my sunshine. 我很幸运能够参加到这次学友计划的人才培训当中，并成为辅导员中的一员。学友是西普新生认识和接触西普的第一扇窗，他们的素质高低直接影响到新生能否正确的建立对西普的正确认识和了解，所以他们的素质十分在这个整个体系当中十分重要。这次培训呢，也旨在能够培养和提升学友们的素质，为新生们能够有更好更正确的引导。很高兴这次作为辅导员能够参加学友人才培训计划，希望我这几年的学习生活工作的一些思考能够帮助这些新生在大学里做更好的选择，做更加理智的决定，做更加有意义的事情，为我们大学带来更多正能量。